买的面粉，然后是2.5公斤，25一袋儿。啊，我一次性买了4袋儿，100块钱。咱们说吧，这一个多月一直吃的是高价菜、高价水果、高价米面粮油，这倒无所谓了。现在有人高价都有买不上的。但是我发现个特别特别讽刺的事情，这个面粉是由咱们内蒙古云霄府石磨面粉厂免费向社会捐助的。那么，既然是免费，为什么到了咱们的手里，它就成了高价，而且还是优质品质的生活？我就想问一下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谁能出来帮忙解释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